迷你世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千万不要一个人挖七彩钻石。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钻石都不知道这个秘密，挖过的伙伴都知道这个秘密呀。伙伴们，七彩钻石迷你世界最珍贵的石头，好多人还没有见过。伙伴们，在游戏中我们想挖对应的石头，我们需要对应的工具。Yes. 我们挖石头我们用石镐就可以了。在游戏中如果我们想要挖钻石，伙伴们，我们必须要用钻石工具才可以。钻石工具可以让我们挖钻石，而在迷你世界中并没有挖七彩钻石的工具呀。如果我们用其他的工具挖了七彩钻石，那么游戏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生物来攻击你。所以啊，伙伴们，如果你们想挖游戏中的七彩钻石，那么你们必须要有对应的工具。而挖七彩钻石的工具名字叫七彩神镐，这个工具才是挖七彩钻石的工具呀，并且它也可以破坏基岩。